南无安住大愿菩萨多，南无一切龙天善神，愿以为是皆爱护众。我今召集十方忏母，尽心恭谢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，以三宝威神力故，悉至我佛。上拿十五年功德后，我想起两件。南无大法真如来佛，万如来佛，南无大法真如来佛，南无大法真如来佛，万如来佛，南无大法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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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来佛，万如来佛，南无大法真如来佛，南无大法真如来佛。聚集了许多鹅、鸭、各类禽鸟，周旋在人们脚边。海涛法师买来饲料和吐司，以此大作布施结法缘，愿吃到慈悲法食的各类飞禽，皆能速脱众苦聚集的业报身，未来能得殊胜人生，常随佛学，早证菩提。
三本。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Oh, my name, I'm a whole
洒多红鲜。Thank you.